不是，到底发生了啥？你不是同学聚会，需要家属吗？哎呀，我给别人点赞，一般就是一月的意思。说是这么说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硬性规定了，我一个人去没关系。哎呀，少废话，我都说了，以后你是我的人，我罩你，怎么可能让你自己出去丢人啊？对吧？对呀、啊，而且如果你的同学都带家属了，就你没有，多不好意思啊！夏宝哥哥，五姑娘是谁啊？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？啊，谢谢你们的好意啊，真的没有。不行。行。乖乖小宝，你看，情侣装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小宝，我也准备好了，在房里呢，你去试试合不合身。我没买，不过我准备了红绳手链，是我亲手编的。就这，小宝听话，跟姐姐走，绝对靠谱。小宝，走，我们去试试合不合身。娜娜、别怕，你这么可爱，他们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哎，才来啊，快点进。小宝，嗨，好久不见。这位是马克，这是我女朋友娜娜。你好。没想到你已经找到女朋友了，还这么漂亮，这几天过得怎么样？啊，还行吧。儿子，哎，你小子瞒得够紧的，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还给我装单身。嫂子好。你好。这是老冯，我跟你提过，我儿子。嫂子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俩顶多呀，互为儿子。行行，走吧，喝酒去吧。走走。哎。走吧。这是哎，先给嫂子满上再说。嫂子，能喝酒吧？嫂子不会没成年的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那种禽兽吗？他大学刚毕业。娜娜，你不用管他，你要喝可乐还是橙汁？都可以的。嚯，我儿子都会心疼人了，老怀大胃呀、啊！滚蛋！跟你说，小宝，那说，今天高兴，那我也高兴，高兴，为啥？你今天有女朋友了？哎呀，虽然我还单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对吧？不聊这个，不聊这个。你以前也是帅哥呀、啊？帅什么哥？我告诉你，今天，你看，同学，
出来。你看你看、啊、那个谁以前不追过你吗？咋都不承认呢？是不是兄弟？是不是兄弟？是是。今天干了。干了。我今天酒管够。好。喝。人怎么还没到啊？你们是都有家属了，我们这些单身狗还眼巴巴的等着被拯救呢。来了，肯定是装置。来了啊，女神来了。嗨，马教授。Hello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工作耽误了一会儿。就差你了，快来吧。快坐 ，C 位 ，C 位，来，来吧，同学们，这回我们人齐了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共同举杯，庆祝我们的友谊，来吧，干杯！一起，咱们还是跟上学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是那么好看。高尔基，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人。小宝，你这女朋友比你小这么多，怎么找的？你说呀。她被黑中介坑了，无家可归，流浪街头，十分可怜。我于心不忍，所以我就把他捡回家了。禽兽不如啊你。小宝，过来一下。哦，哎，你俩怎么还说悄悄话呢？是要一起手拉手上厕所吗？哎呀，滚蛋。啊，神神秘秘的。小宝，拜托你件事，我喜欢诗音很多年了，我打算今天跟他表白，你帮我放下音乐呗。雪莱太喜欢女神。老同学，拜托了。看他的样子是真心的，他和女神都是成功人士，总比我般配。好吧，谢谢啊。送我歌单 ，ID Mark True Love， 选手风格合适就行。拜托了。哎，
大家安静一下，听我讲两句。感谢大家赏光啊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呢，有三个目的。第一，大家老同学多年不见，聚一聚。第二，祝贺我们的班长学霸女神庄世勇同学调任到这个城市，荣升分公司副总。大家知道我司和世勇他们公司多年保持了业务关系，本人和世勇也有过多次合作，今后世勇将独当一面，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将更加愉快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一直喜欢着世勇。今天就请各位老同学见证，我真心的告白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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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世勇，你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神。在商业上，我们曾经携手拼搏，我希望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，我们也可以携手，共度一生。等等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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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客，你看不出来现在庄世颖很尴尬吗？马克，你先站起来吧。谢谢你对我的心意，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这些年你跟我表白了很多次，你对我生活还有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我今天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，我最后告诉你一次，请你停止这样的行为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为什么？我哪里不好？你说出来，我敢啊！你知道我为了变得和你一样优秀，这些年我有多努力吗？马克，他态度很明确，他不愿意。别再骚扰他了，这是我和他的私事，你凭什么横插一脚啊？你喜欢管闲事是吧？哎，把这杯酒干了，咱俩今天非躺下一个不可。够了，幼稚。哎，世阳，小宝，今天谢谢你啊！同学会闹成这样，你帮我跟同学们说声抱歉吧。哎呀，不是你的错，我也没想到马克会变成这样。小宝哥哥，你送张姐姐回家吧，免得坏人跟过来，不安全。那你弟弟还没收车，赶得上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小宝。那马克不会做什么的，你送你女朋友吧。其实这是有原因的。其实我没有女朋友，娜娜是我老家的妹妹，听说我同学会要带家属，怕被同学笑话才跟来的。啊，这样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家。公司有自己的住处，离这不远。那我们走吧。
就当散步了。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呀？挺好的。你怎么做楼管呀？我记得你以前学的不是物业管理专业呀。这年头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好找，我干过很多行当，都不是本专业。其实物业管理也是很有发展的。哎呀，我就是个临时工，主要图房租免费，又不用坐班，楼里谁有事儿去一趟就行了。小宝，我觉得工作起点低并不重要，重要的发展，我觉得只要做好规划就……小宝，老同学刚见面我就这样，怪不得大家说我很无趣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会呢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是该好好规划一下未来了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还没想好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大公司哪是那么好进的？以前我也给几家大公司投过简历，都没回应，什么巨婴啊，启慧，鹏程。鹏程那个策展公司？是啊。哎呀，估计我的简历人家压根没看，直接扔垃圾桶了吧。担心那边有石头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帮我看着吗？感觉像是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呀。ACCOUNT 技术。Address。ADDRESS 地址。Adequate。等一下啊，再给你。想不起来了。再给你三秒钟，快想。小心，后面有石头！又揍我！班长，不错。家人也太粗心了，怎么连门也不关？你好，我是这里的楼管，是您家有需要吗？这是骷髅衣裳啊！医生小姐姐，是你？嗨，原来你也住这个小区啊！我家水管坏了，我叫了楼管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我就是楼管。我这反射弧，你帮我看看。行，那咱们先去看看水管吧。
说自己修，就是这样修的啊？是啊，我刚刚已经包扎过了，可是这个伤口又崩开了，喷了我一脸。好，那我来修吧。啊，嗯。哎，你赶快出去吧，都失身了。哎，修好了。你这么快就修好了？嗯。喝杯热牛奶暖暖身子吧。啊，谢谢啊。都怪我，把你也弄湿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擦擦嘴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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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好吧。今天实在是太谢谢你了，没有你的话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嗨，说什么谢呀？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呀。哎，不过我们既然在同一个小区，我说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呢，太有缘分了。哎呀，我也没想到你是我们的社区医生啊。那以后要是个头疼脑热的，还要多麻烦你了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。那我先走了，以后有事儿尽管找我。哦，对了，回家记得关门，女孩子安全最重要。嗯，我一定记住。好啦，体温正常了，应该没有事了。病人，说我吗？我没病啊。上床。不是，我真的没病。有病没病要听听才知道吗？心跳越来越快了，让我为你治疗好不好？你选哪一个呢？我选 T 了。不要后悔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他也准备好了。再来。冬兵快乐着。你鬼叫什么啊？是你？到底谁像鬼啊？刚才是不是你的？是啊，我去上厕所听你在这边哼哼唧唧的，还说什么梦话啊，不要，不要的。我叫你起身你也没回我，就只好把你打醒了。哦，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了。不客气哦。做完梦啦？梦见什么了？
不告诉你。那过几天你生日了，你打算怎么庆祝啊？不急，慢慢想吧。哎呀，你快回去睡美容觉，你自己过吧。又是一年新的生日，还是我自己一个人过。5 4 3 2 1，祝我自己生日快乐。亲爱的小宝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的善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，愿这完全属于你的一天带给你快乐，愿未来的日子锦上添花。小宝，愿你是能披荆斩棘的大英雄，也是能被人疼爱的小朋友，生日快乐。小宝 Happy Birthday， 祝岁月长安，百事从欢，风生水起，万事从愿。生日快乐，祝你一生明朗，无惧岁月冗长，前进的路上温柔闪光。小宝，我们一起过生日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小宝，生日快乐，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，不过呢我们要玩个游戏，如果我输了我就给你戴上，如果你输了你要给我个礼物。小宝哥哥，我也想玩。送我一个，我最喜欢大肚人，而且我也准备好礼物了。我不太会玩游戏，我只会抽王八。哦，怎么样，敢不敢？那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可以啊，来吧，来，石头剪刀布 ，yes， 给，你看吧，是什么？是当众跳一段艳舞，你敢吗？我敢吗？可笑，这才奖励我吧，来吧。来就来，石头剪刀布 ，yes。怎么回事啊？是什么？当众向异性跪下表白。小宝哥哥，到我了，我会出石头。真的？那
我出步了。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那我选春心话吧。你的初吻是谁？是我妈。哦，我的初吻是我们家小狗。你过关了。小姑娘也太好骗了吧。娜娜，我们接着来。不来了，不好玩，我还是看你们玩吧。到我了，但我要换个游戏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游戏规则我来定，怎么到你就有新花样了？这游戏你肯定喜欢，要不要先听听？好吧。那就玩这个吧。那就劳驾各位，跟我进房吧。随机选一张，猜吧。这是罗小月的。我输了，按照规则要亲你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输了。好吧，我选真心话。说出你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一个身体部位。鼻子又大又挺。你的鼻子啊确实很大，鼻翼宽大肥厚，就是睡觉啊容易打鼾。何医生，我不是在看病啊。哦，那最不满意的部位呢？哎呀，鼻子呗。要不给你开点药？小宝，要不我们还是玩抽王八吧。嗯哼，你们都尴尬了吧？走啦，我们一起去放烟花。放烟花？走吧。我还没见过烟花。走吧，小宝。走吧，走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看吗？嗯，谢谢你的礼物。其实我们上次去露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烟花，那就完美了。那，你许愿了吗？嗯，许了。你呢？我也许了。小宝，你帮我点吧。先来后到，点我的。小宝哥哥，能不能先点我的？能不能先点我啊？你在做什么？许愿啊。
刚才烟花你不许愿，对着仙女棒许愿。我就是在许烟花的愿啊，刚刚没想好。你这反射弧。那仙女棒的愿明天能想好吗？啊，你讨厌。哎呀，我刚刚许的什么愿来着，刚说到一半。傻瓜。干嘛？你太可爱了，忍不住就想欺负你。那你以后捏的时候能不能轻点啊？明天再收拾吧，太累了。我投简历是好几年前了呀，诈骗吧？哎，算了，也没什么损失，先看看再说吧。